好，昨天把粉条做完了啊，然后今天给晒粉条，找来这么多车轮啊，这就是晒粉条用的，再来把车轮抗放啊。俺舅早点都来帮忙。哎，叫你叫我扛，你在下边帮上了啊？那个事儿我还帮不好，叫我扛那个先。嗯，你扛也行。啊，你给我扛来。再挂善恶皆会得报应，祸福自然有天理，因缘状状似先前，万事悠悠当这粉条最麻烦了，做到晒干几道工序，吃个粉条这可不容易。粉条好吃就是麻烦。现在房上挂了这么多啊，现在就挂院里。爷爷啊，我跟你说好事吧。说啥好事？咱这两个又多一个呀。我知道，一个是掉一了下里窝，我今天去看看，够七个了。你不是说野货下里窝？你给我啊，不是今天我去看看又多一个，我说够俩七个了。我说不是，这边又多一个，够俩八个了。真能挨着，再这又到这个时候了，又多一个。不然呢，奶奶？就是你看，够了八个，我查查够了八个。你说啥嘞？就是。我说两遍了，你去看嘞。我说八个数，我说不行。想看看。俺爷货，俺家说咱钓出下来虾里窝，我说虾里窝也不少，冬天的。嗯。接了，我跟媳妇说提呀，你说八，俺家是不是出啥来了？你出啥来？我说两遍了，我八个数，我是不是数不清了？再看嘞，都。你看嘞，一个就是一开始虾里窝，今天你到人家提，结果他让够了八个。你这个看看，我看看，俺爷给俺人家俩留我的。我看，俺家一吃肥牛肉，俺都来这儿了，可巧了，俺家知道这块暖和，我看。嗯，六。哎，就是吧。就是咋个？你看我查两遍数，能拐了半天又下一个。这拐了数，这又下一个。哎呀，还这么小呀？啊？是不是零下零下的？爷货，你给我说下六，我说下六我也得了。今天你来又下一个题了。今天我开题啊，这够半了，奶奶。又多一个。这半天又多挣好几百块钱，奶奶。啊。天津下一个，并多收了一个钓出三百吧。怎么还下？又多挣个六百。半天功夫，奶奶你又多挣个六百块钱。你看，你俺可提的。哎，你看，你知道我这跑吃奶了，你。啊，知道。俺可知道了。伢吃知道，伢都来这儿了，伢可听说，不用管。这小猪长得还不赖。走，伢大主人过去吃了，伢都过来。来，叫盖住吧。盖住吧。奶奶，一会儿让你再来看看来，看能再多一个呗。啊，我来回来看看，看能咋的。啊，你在这看一趟多一个小猪，看一趟多个小猪。嗯。长得好叫。盖住吧，这个碗主任。哦，碗主任不能。这边有哦，这个豆头大。我这个不能叫。叫好叫。等啊。这个主人就是这里，是，太累了，嗯。
这个可暖和了。嗯，这里头更暖和了。这还是不赖奶奶，哎，你在这看看，多个小猪。一会儿就奶呀，一会儿。啊，走。